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内双怎么贴双眼皮贴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准备好工具，剪刀、双眼皮贴，还有我们的镊子。接下来我先给大家剪一个双眼皮贴。紧接着我们将有弧度的双眼皮贴放在下方，然后按压我们的双眼皮褶皱处，最后进行按压固定。以上就是内双贴双眼皮贴的具体方法。